王冠军之路还没破关。感觉蛮简单的，只要丢他就好了。这样没有难度啊。哦，他会骗你哦。不能踩他吗？好，不可以，可以踩他。不好意思，我调皮了。我怎么失去一只马里奥？失去马里奥会怎样？哦，你被打到会失去一只马里奥。我是被打哎。他拉那个时候会有东西掉下来。要无伤哦，哦，是我刚受伤了，早知道不要去找他了。又骗我了。Nice， 击败。Donkey Kong。哎，我才刚发一下呆。他说好难哦，敲不太到他哎。他动那么快，我要怎么敲他？太难了吧，这个。我敲到了。你要芋头哎，但它其实敲不太到。而且那个水果长太慢了吧。好难哦，这个星星有点难哦。难度变高很多，其实玩该比较难吧。你觉得这很难吗？这只，我要怎么打它？水桶，我怕给我这个，太简单了吧？没道理啊！啊，真的假的？大家辛苦了，他居然做陷阱啊！哎、欸，啊！刚这个水桶怎么掉了？你还会丢我？哎呦，还想骗我？啊！我的水桶！你看，击中了吧？太简单了，太简单了。骗我，他以为是他在戏弄我，其实我在戏弄他。你说这样哦，看见没？不能直接丢他。太简单了 ，nice， 一次就完成。这个小偷太无耻了。这桶子感觉会打到我，看我不能下去。危险了！趁他还想吃，就丢他。啊，你看这，看他等下会从那边丢。危险了！
太简单了，我又过关了。大家以为它很简单，其实它是有难度的。如果我是数学老师，一定买这个给小孩玩。然后我要怎么打他们？哦，是不是可以拿这个装块？那我要怎么打？神奇钢，他揍我哎！哦，这样就可以吃他了。哎、欸，我被碰到了，好笑啊这个。反正撞了就死了。哦呦，想骗人。这关可能更难哦。啊，他给我什么东西打他？啊，他给我那个我不肯打他啊！找到了。啊，扯了吧这个。哇！知道不会扣命吗？真的假的？我已经看穿他了呢。太奇怪了吧？我这样踩他头怎么算失败啊？完蛋了，突然跳上去。嗯，有点麻烦呢，因为我不好跳到战兵的头上。哎，太奇怪了吧？为什么没办法直接抓战兵？
还是我们不用？不行，不能这样。对啊，为什么我踩炸弹兵的头，然后我会扣血？他这个机制让我不知道怎么讲，我这样没办法玩啊。哇，完了，我这样跳不行。怪了吧？我这样跳下去也不行。可以可以。完了完了，这个要三星，非常的难哦。这关我觉得应该是最难的。还是希望他会一直重做。哦，好难哦！我要怎么去踩那个按钮？啊，这关怎么那么简单？这个关是太简单。
Nice！ 哎，还没打完啦、啊！我也可以杀他。奇诺比要失手把大金刚摔死中路，那个迷你马里奥被偷了。太夸张了，熊猫的中路还没破。这个竟然还有二中路，有够夸张。